随便，好吧，配合一下。嗯，好。林子安还对啊，我是玲玲，我是彩牙。好，欢迎来到玲玲开箱去。是爸爸第一次买摸摸的东西。好，我们的第一个用具，不知道的灯，这个像一个包包。GoPro 快拆做。这个也是跟你一样，这个、也是 GoPro 快拆做。小心清洁。这个那是清洁，我想开这个相机清洁组，相机万能收纳袋，快速。这叫什么？爸爸查一下，等一下。GoPro 快扣组，来这个送这两个，这两个基本上应该这个可能还比较有用。不要这样子了，我里面还有东西。哦，它就是一个底下是立，可以立起来的。嗯。然后这边是一个束口袋。可是还有用，还不错。哦，背 GoPro 也不能。它只是这样，它只是这样而已，这样子。拿着这样子，啊啦啦啦啦，然后结果GoPro 皮皮，开扣组，你不要再吃，我们这样子开。你先把剪刀预备好，哎，我把它转开了，妹妹，我把它转开了。它可以快速切换，例如说我原本用小这样子拍的。要快速切换，就不用再去转螺丝而已。还好，你的猫咪反了，就改成七七。这边有磁铁，有一天它有点磁吸的，这边磁吸。我有声音，好 ，OK， 这样可以啦。这样可以，我有间隙的声音就好了。是的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这些不是他附的，这些刀子。哦，就他不用锁这个螺丝啊，所以他用这种螺丝比较小。他这个没有磁力嘛，只有一滴滴。可是老实讲，这种螺丝反而不好拔。不过老实讲，用了这个东西以后，你就不会想要去拔了。可是有时候我调角度嘞，对不对？所以。所以我不会用这种螺丝锁，这种螺丝锁还是没这个方便。这个锁真的还是不方便，你都要固定用这种螺丝。你怎么摇来摇去的，人家都不能用。去找这种短的。3, 2, 以前都没有这样短的那个小螺丝。再敲一点，你再敲。这里有人头了没有？按下去，转过来，出来就好了。顺便记得订阅我，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新影片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